じゃあ、午安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中午好。有人在看电视。Hello。今天不同，今天是客厅的另一个角落，其实就是客厅了，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角落，因为那个有人在看电视。中午好。Hello， 切换在家，切换在吃午餐看电视。他刚从公司回来。谢谢博维的勤劳的汗水。屋顶修好了吗？哎，屋顶修好了吗？嗯，修好了。我记得早上有门铃，对不对？很大声。然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起来，他好像按了好几次门铃。对不起，工人大哥。没办法，昨天太晚睡了。昨天工作晚，工作早起，然后又晚睡，太累了。真的每次直播都不一样位置，辛苦嘞。谢谢恩的文手礼。趁着昨天工作妆拍了好多 reels， 大家有看到了吗？我的 reels。L-O-V-E L-O 很难比，超难比的。 L-O-V-E Y-O-U 我到现在还比不好，我真的昨天那个拍成功真的是赛道的。 L-O-V-E Y-O-U 会了，大家可以挑战看看。 Love you challenge，看看你们会不会成功。午安啊。谢谢苍苍的汗水。我最近真的很勤劳拍 reels 欸，对，最近很勤劳，想说看看能有什么能做的就可以努力去做。谢谢卡木伊的缘分相遇，这样看了会很晕很晕。勤劳的拍 reels， 大家如果有看到什么不错的 reels， 或是想看我拍什么，也可以传给我。你们知道 reels 可以分享吗？就是。你们珍藏或是传给我，分享给我。如果我有觉得不错的，我可能会拍。我觉得失败版更好。哎，我昨天失败了15-20次吧，真的。虽然它是短短5秒钟的影片，但是我大概拍了15分钟。失败无数次，只为了一个成功的一次。好励志哦，是不是很励志？谢谢好人的一封信。成功蛮可爱，失败版超爆可爱。请把失败版出一个合集，拜托。你有这么想看啊？就都长一样，就是。傻笑跺脚啊，每一次失败后都很气，真的很烦。跟丢垃圾钱一样励志。你们怎么知道丢垃圾的故事？你们很会带入哦。那不是我啊，不是我。
就想看傻笑度假。谢谢竹伦的真情告白。胭脂版太可爱，谢谢。想在你跺脚的时候躺在你脚下被践踏，哎呀，很痛哎、欸。踏不踏？踏。踩我。他留包子。Reels 最近还在很红吗？还在很被推播吗？还是开始渐渐太多人在拍，然后就感觉很普及了？我也抓不到 Reels 的流量密码到底是什么、欸、就有的很多人看，有的就那样子，真的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、欸、是看有没有刚好被推到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Reels 不一定、欸、就是很抓不清那个流量的感觉，就是看有没有被推到啊。很奇怪，就是乱推，对，就是一个运气。但我觉得蛮好玩的、啊，拍 reels， 就是工作什么妆很完整的时候，就会顺便拍。结果发现穿高跟鞋被踩穿也是蛮险，因为被高跟鞋踩穿感觉超痛的。大家喜欢看你跟我结婚要结吗？小摸吧 Reels 流量密码本人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是蛮会拍 Reels 的，佩服佩服。你都一直在偷偷夸奖他、欸、对啊，你们不要去跟他告状好不好？这样他又要练习的时候又要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夸奖我，你说我是 Reels 女王啊，他又要在那边骄傲了。谢谢幻影战士的掌声。谢谢 Derek 为的一颗心。你剪片，你们不能那么爱打小报告。Hello 吐司，谢谢竹伦的真情告白。怎么这很像旧家？很像旧家吗？因为我们换了那个沙发套，然后我买了沙发套，然后一直弄不好，就是它原本好像就是对，就是要把这个塞到那个缝里，它就会比较整齐一点。可是坐一坐，这个就一直跑出来，后来就不想放这个，就让它松松的在上面好了。他还加一句等等，就把这句原封不动给他。你为什么侧面荧光也好看？因为我怎么样都好看啊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怎么样都好看。手上这个是沙发套的小配件，然后它一直掉出来，就是原本都把它塞好好了，然后一坐一坐就突然沙发上伸出很多个这个东西，后来就不想放了。那是谁啊？工人，厉害了，一直掉出来，所以就变你的玩具。可以把我活埋到你沙发里面吗？好像可以哦，我们沙发蛮大的，应该可以埋得下你。跟大家介绍这个翠玉白菜，是上次阿飞桑来我家暖屋趴的时候带来的，然后呢？雷奇也有来吗？雷奇就在我这边过了三天两夜，真的。我们还一起去吃了沾面，一起去排了拉面，然后三天两夜。还是基隆哎、欸。对，我们还吃了基隆，而且我开车哦，厉害吧？开车带大家去基隆，拉面排一个，哎、欸，有一个小时吗？差不多。嗯。妈。还是零一的出基隆旅行、嗯、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去基隆，他们就去了庙口夜市。太浅了，开车好没。谢谢洛克的掌声鼓励。好，我现在介绍的翠玉白菜就是零一那天就是睡我们家沙发，然后他就盖这个翠玉白菜，哎、欸、那个，然后
就是有快递嘛，快递开门，然后盖这个小小的，然后缩在这边，然后快递开门铃，然后他开门看到这边缩了一个小小的东西，然后他那个快递就，因为是你开门，是我开门，啊、然后他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麻烦方小姐这边签名哦，然后我就签名，然后他就往里面看了一眼，然后发现有个很小很小的人缩在沙发上，他就说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吵到你们家 baby 了。哈哈哈哪有他巨婴哎，他看起来也超大，好吧？还是那个角度看起来。有可能。对，他就是盖着这个翠绿白菜，缩在那边，被误以为是 baby 了。翠绿白菜，好好笑。然后我就把那个被子塞进去了，它就变成一个胖胖的翠绿白菜抱枕。直接被当小孩，卡哇伊，笑死！哪有那么大的婴儿啦？你看这个，这个，没有那么大的婴儿。哎，不可以按到那个我下面。嘿，对，它看起来也超大的，好不好？翠绿白菜，谢谢 Sandy 的小号角。是不是我像孕妇啊？有可能，所以他才会觉得是婴儿。乱讲。那个翠绿白菜去哪里买？不知道。是不是正品啊？它上面写乐事哎，应该是正品。真的要变推的孩子了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很。哎，说明是邱品涵的小孩啊。很小小，很适合当婴儿。哎，对了，如果我窝在这更像吧，我更小哎。还是切换像阿妈。啊，怎么越老了？阿姨 ，C H 吗？笑什么笑？很好笑啊！你笑什么笑？你很适合哎、欸，你的长相。啊？像阿嬷吗？像妈妈。你看我一下。我只是比较老了一点。你烫完头发有年轻一点点啊？是不是？对，不然就是阿嬷头。谢谢李真的文手礼。然后刚刚那个面面就密我，就是因为最近大家知道我刚搬新家，然后就想来玩这样子。然后面面就密我说：“哎，我这样子是第一手透露他的买了什么东西。”他本来很开心，想要自己直播分享。对，那你先不要分享，你就说想来我们家。反正他就是想来，就是反正就是，还是他讲过了。好，反正他就是想来我们家玩就对了。基隆子，基隆子，他要分享他的兴奋，所以就是想来我们家玩。要连播吗？哎、欸，他在直播吗？他也在开直播。嗨，他说刚直播讲了，跟他连播一下，怎么用啊？不会用哎、欸。研究一下哦。哎，联播 PK， 好友连麦，蔡尔恩，邀请。超人哦！就是这个 Switch 拥有四个手把的女人。没错，就是刚刚面面私讯我说他。太兴奋了，他买了新的 Switch， 想要带来我家玩。我就说，我家有了哟。我原本以为他们家只有 PS5， 因为我之前看他玩《恶灵古堡》，我想说那肯定不是 Switch。可是你有来过我舅家，我的 Switch 摆在那边很久哎、欸，你没有。可是 PS5 也不是我们的。哦，对。对，就是我就是想说 PS5 不是你们的，我才想说你们应该没有 Switch， 我要带 Switch 去玩。然后我知道，而且我还有四个手把哦。我只能带我的手把去了。对，还是你有什么游戏片可以带来？我多人玩的，你们家现在有什么？现在有马欧赛车、Party， 然后卡比。然后卡比，星之卡比我没玩过。对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网球，网球，运动的，是 boss。哦，那我也有。然后 Tetris， 俄罗斯方块。
啊，这个我不行，啊，我吃方块的白痴。上次林一在这边跟切换打到螺丝方块，打到凌晨六点。凌晨六点，我知道。打野了，这个很疯，到底怎么有办法俄罗斯方块玩那么久？对吧？对吧？我也不懂，我已经打东西，我玩一个小时我就睡翻了耶。我玩三场就很坑，说我要去洗澡。为什么要约玩 Switch 啊？你凌晨六想玩啊？一起约 Switch 不是只有俄罗斯方块。我们约约到时候剩到最后的还是零一跟你。我跟你说，马里奥赛车有一个玩法叫做那个食人花跟间谍，你有玩过吗？没有哎，那是什么？就是我超会玩的，就是他是玩那个，你可能这一场是食人花，然后你就要去把敌对人吃掉，哦，吃掉的话就是把它锁起来，哦，然后他就不拿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是被吃的那一方，你就要赶快先去救被吃掉的人，然后你继续串逃这样。啊，会吃人的，好酷哦！没有玩过哎，来，好像在马里奥赛车里面是八吧？你是玩马里奥赛车八吗？就是最原始的那一版。但反正我有，我们下次该去玩了。可以，来，我们家。然后我还买了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还买了，可以多人玩的什么 One Two Switch 吧？你有听过吗？没有，它就是小游戏，例如说就是跟你打那个小拳击，或者是就是比那个谁啊，就是那个它有那个西部牛仔，就是它会倒数三二一，然后看谁先开枪，啊，玩过，是不是很多小游戏组合的那种？对，好像玩过类似，但是我们没有骗，对，我们没有骗子，我有，耶，蛮好玩的，那蛮好。我现在在找身为新买 Switch 的人有什么价值，不错哎，欸。但我觉得 Switch 多人玩比较好玩，真的。对，我就是没有人陪，所以我才把歪脑筋动到你家。我也是没有人陪，所以我平常很少玩 Switch。对嘛？你看，所以现在边缘人不推荐买 Switch， 真的，真的哎，欸，不需要。自己一个人不好玩，它是一个比较 party 的性质。千晃平常会陪他玩 Switch， 不会，他都一直跟他们打俄罗斯方块，就打了六个小时，我没有办法参与。要玩俄罗斯方块，真的不用买 Switch。对啊，好像是。你为什么不去玩那个？电脑就可以。小时候啊，小时候不是有那个吗？俄罗斯方块的机子 ，Game Boy 之类的。对 ，Game Boy， 你们就一人买一台，然后看谁玩的比较多关卡。完全不用用到 Switch 的东西。太浪费了，赛恩，下次见。好，下次见，我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但是 PS5 我就生不出来了 ，PS5 有点高价。PS5 我们也生不出来，那谁要送我生日礼物啊？欸，你要强调说蔡雅恩也会来玩哦，这样子，看大家喜欢来玩没有。没有啊，如果要 PS5 要送的话，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哎，这个零件那个手把的一个按键，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收起来，放在我家，你再把它拼起来，好像可以耶。我这是什么成员聚集地？聚集地，开发，啊，开发。有啦，把 PS5 埋在松烟里面，我们去挖，我们去挖，麻烦你们，麻烦，最好可以。现在 PS5 都抢得到了吗？之前不是很难买吗？现在应该抢得到了吧？就是现在已经出这么久了。但你不觉得家电比较需要吗？你们需要需要家电哎，欸。你们现在还缺什么？现在还缺什么？不是该有的都有了吗？你不要那么贪心好不好？被发现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有缺厨房用具吗？哦，超缺。啊，这个真的超缺。那个炒菜的铲子你买了吗？炒菜的铲子跟那个汤勺没有，那还要人家送，就去买一下就好了。你说，就是我特别去，然后送一只铲子，因为送一只铲子很怪，可爱哦。小铲子，哎，欸，你来吃饭啦！我们已经开火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们谁会做饭？都不会啊。都不会啊。你敢来吗？你敢来吗？我也不会，我可以一起去弄坏你们的餐厅。我可以炸厨房。对，我只能这样了，我只能去炸你们厨房了。可以。我家只有快煮锅，欸，就是我自己住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快煮锅，成天下。快煮锅会煮什么？就是不是很像那个大同电锅？什么都可以煮。
电锅好像还比较好用。真的假的？快煮锅就是自己煮泡面啊，然后去煮，就把什么东西加进去，然后加汤，然后用热的。其实有点像我们以前的炊饭器吧。嗯，对对对，有点像。可以耶，欸，你来吃饭啦，真的。好吃。吃。而且你们家，欸，你们家喜欢打吗？好打。其实就是你后面还会在里面打棒球。那也太大了吧。他自己打乐乐棒，谁陪他打？他自己从本垒、一垒、二垒、三垒，然后外野这样再跑。那是很大，是没有这么大了。我有看到你们客厅，对，还不错吧？因为我们打扫干净，秋萍涵用一天的时间就把整个家打扫干净。对，我要跟大家就是说一下，未来如果需要室友的话，要找摩羯座，没错，就是像秋萍涵这种完全忍受不了东西堆在那边一天。我真的是很忍受得了，欸，我已经我搬家到现在，我一月底搬到现在，我还有没整理的。你要用的不会找不到吗？不会啊，那些东西不需要啊。那你就给我丢啊。不需要你留着干什么？不行啊，都是钱堆起来的耶。嗯，你也知道啊。不是套一句林依心的话，惨，不要再买了，真的是不要再买了，真的不要再买了。我经历过这次搬家，真的是觉得不要再买了。秋萍现在钱都拿去买菜瓜布啊、抹布啊，没有没有买菜瓜布。好吧，搬哎，而且搬家真的很花钱，真的。好，欸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超穷，我不敢打开我的账户，秋萍也不敢，因为他打开又要哭了。是啊，没事啦，没事。要趁现在投资理财一下，你知道潘自己上次跟我讲说要卖股票就赚很多。潘居然有在，潘自己很棒哎，欸，还比较老鼠，超意外的，我超意外的。哎，欸，你说藏东西吗？哎，秋萍涵在，秋萍涵不敢打开的台股，因为我之前推荐他的，然后没有一只赚，直接沉船哎，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而且我是连 ETF 都会叫他买错资的那种。没有，他 ETF 就乖乖买大资的那几只。我叫他买大资啊，但是他在太早入场了。可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。没事啊，然后有人输这个市场才会有 Mina 这种人卖出才会赢啊，这不就是一个大？没错。对啊，我们负责的部分是什么？韭菜。对，零和的部分嘛，你韭菜啊？对啊，我韭菜。韭菜哦。太阳的菜吧，韭菜。韭菜，对啊，我是韭菜，我就还好，我没有录很多，但是我就是只买最大的那几点点。哦，对啊，他也是啊，我也没有很多，啊，但他买0050，差不多00878。对啊，就那几只啊。然后秋萍涵现在打开超绿的，他再也不敢打开那个 app， 已经快要删 app。我是没打算卖掉，就是逼我自己存钱，就是啊。我也觉得，就是存硬存吧。嗯，哦，它里面。那他之前，秋萍涵之前不是有赌那个吗？空就是飞机，嗯，飞机业，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，啊？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讲啊，哎呦，应该是大赔吧，今天超绿的，没有就当存钱，啊，存钱啦，存钱啦，好不好？没办法，当空姐也有一个梦嘛，买个航空梦，都比人高，没办法当空姐，至少当个股东吗？空姐现在要多少？100。170吧，160以上一定要吧，160没有170，那不能到那个柜子啊。秋萍涵用跳的这样子，我真的碰不到哎，欸。而且请客户帮忙你用哦。对对对对，秋萍涵可以走过去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可以帮我，可以帮我放上来上面的。你真的会想把你推下那个飞机？我觉得可以。好烦死啊！你播到几点了？有人说航空。我不知道几点，其实我差不多该关了。啊，你说航空怎样？但是我为了 Switch， 我接通了你的电话。哇、哦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航空什么？你讲了一半。他们说航空买了会赔烂，欸，为什么不早讲？不是啊，可是你疫情的时候买，其实应该会赚，不是？对啊，我就想说疫情后就是这样想，啊，那个飞机会复苏啊。对啊，但还好你也没买多少。我们现在买的都很快会转哦，对啊，我们现在那个秋萍涵小额啦，嗯，本来小额就不会大赔啊，对啊，就定存的，当定存嘛，存着存着，真的是存着，存一下啊，然后你存一存，还会发现可能你每隔一年你就少了500-600，我存的钱少了500，不止哎，哦，好像不止，时机不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报的时机不好。真的就哭了，对。面包。嗯，
你们每个月几千几千买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没有啊，现在比较少。现在邱品涵搬家没有钱了，没有没有钱了，搬家，哎、欸，搬家真的很贵、欸，哎，真的很贵。我搬了好几辆车，快疯掉。真的假的？而且你们还搬比较多吧？因为你们之前就是住家庭室，我是住套房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说你搬几车？我搬了四五车。那是哪一种？没有，你是轿车吧？我不是轿那，我是也是轿货车。嗯，他叫货车四五车，那你知道我们两个搬了几车吗？搬几车？你猜，你猜。你们是货车还是搬那种小的？货车啦，货车就跟你一样，那个搬家公司的，搬家公司的。那你们家看起来东西比我少哎、欸。你猜啊？你们是只搬那个小房间，还是客厅也有你们的东西？客厅也有我们的东西。嗯，没有到很多，到全，没有到全。我觉得差不多，你们有请搬家公司吗？还是自己搬？搬家公司。哦，其实搬家公司那差不多应该也是五六车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搬家公司比较我们是自己搬，你们自己搬所以就很忙。哦、okay ，对，我请了很多人来帮我搬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花了这样一车哦，一车。所以你知道你的东西多少了吗？你该丢东西了。你给我丢东西。我把我所有大学同学都叫过来搬家。哎、欸，那你很辛苦，因为四五六车，車好多、哦。对啊，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是女生，哦、我想就是搬不满。不是，他是说帮他搬家的人是女生啊。对，帮我搬家的都是女生，搬得到吗？可是这样子，因为搬家公司是一个钱，但是如果就是请车子的话，就是没那么贵。咚咚咚，因为我们想说一趟就把它弄完，但真的很贵。偏贵了。你们在穷什么穷啊？我才是穷死好不好？穷到脱裤子。哎、欸，一起脱好不好？突然是什么奇怪的邀约？画面不好看。那应该是有我才不好看吧？没有，你的屁股可能有点大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不要聊这个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聊这个？你们聊一点正。好，我可以带史瑞奇去看你家脱裤子。好好好 ，OK, okay.。拜拜，你等你。宝贝，拜拜，我们约一天，好，去玩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去品，你看家脱裤子，这个是谁？画面有点奇怪、啊，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没有，我曾经没有穷、哦，又在生气，又在生气，努力啊，我很努力耶、欸，又在生气。你知道我妈常常从小到大我听到一句话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穷，真的这是一个那个这个气墨菲定律，一个气不能觉得自己很穷，我觉得我超有钱的，对钱还在来的路上，没错，钱还在未来的，确实你很正向，其实我觉得不错啊，就是这就是一个我们也没有的呀，再说我们也没有乱花钱，就是一个必须用的。对啊，没办法。就是、啊、你是毁了我的直播，有趣才有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像经过这次搬家，你就发现自己东西很多，不要再买了。那是不是意外的也省下一笔钱？就是我有不要再买了的这个观念。对，就是其实也省下很大一笔钱。你买到观念。对啊，我好棒！突然觉得自己很棒。通常是不会自己夸奖自己。这样不用搬家，好像也知道 API。没有啊，没搬家之前看不到这些东西啊，都会继续买啊。我在等墙壁的条码，让我可以汇款帮你。哎。赶快贴啊！我这边墙壁很大，还不快点贴？嗨，来熊，该贴了吧？会不会哪天贴了，然后进去查账，然后都没有人回，他们都说说而已，是不是说说而已？谢谢逸晨的小号角，谢谢黑杰克的劳动会员票，
我真的会会哦，博威说他会会啦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你笑什么笑啊？你在笑什么笑？你讲这句话很魔哎、欸。没有，是黑杰克先开头的。他说男人的嘴，我就只好接下一句啦。所以是黑杰克的错。应该说博威的嘴，哎、欸，再一次。博威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很魔吗？对啊。我错了。谢谢朱莉恩的勤劳汗水，我哭了，博威哭了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有安慰到你吗？谢谢 Chris 的掌声。语气再一次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。你不要一直笑我，我每讲一句话你就笑一次，有那么好笑吗？蛮好笑的。蓝调人说这是京剧台，他有什么京剧让我来念一下，看会不会很磨。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这句重点，有人要把六千块给我。我想把普帕的六千给切换。啊，好啊。好啊，可以给我六万吗？一进来就听到这么磨的京剧，开源节流。还有什么？你是不是无聊了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哎、欸，必施于人。己所不欲，必施于人。好笑吗？那你要在边念呢、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谢谢黑杰克打开了盛典幸运礼，谢谢 Chris 的掌声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帮我打那个好不好？你看你闲闲的哦。我没空，给他再说。哦、oh. ，那个很急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买一送一，买到赚到。买一送一，买到赚到。会买吗？哎、欸，你要学那种日本人的那种卖场的那种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買っとく。怎么短呢、啊？外国人哦，外国人店员哦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ご注文はいただいたでしょうか？你怎么那么奇怪的口音啊？你要拉长一点，他们都在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快点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然后拉面店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ご来店。ご来店いた。ご来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哪来的外国人店员啊？签证拿一年的那一种。谢谢 Vans 的缘分相遇。谢谢双面的缘分相遇。哎、欸，我上次看一个 YouTuber 介绍日本的女仆店，害我好想去。去啊。好可爱。他们真的会卖吗 ？Q A。谢谢好人续费了一个月的粉丝团。谢谢子萱的缘分相遇。妈，哎妈，哎 Q。那什么，おいしくなれ之类的。おいしくなれ，おいしくなれ，妈哎妈哎 Q。食物就变好吃了。可是你比女仆可爱。哎，我上次看到他们介绍的那个店员也蛮可爱的。你说也，所以你接受了你很可爱这个设定。啊，对啊。谢谢 Chris 的红玫瑰。没有人可以比你更可爱了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鬼。毕竟你可爱是事实，怎么能不接受呢？走吧，我现在看到大家的留言都觉得是骗人的鬼。他们是啊。谢谢黑杰克的掌声，谢谢 Chris 的红玫瑰，真的很萌。看女人的嘴是什么？骗人的鬼吗？不要再骗人的鬼
边这句话有性别歧视，为什么只有男人的嘴是骗人的？他们比较容易说谎吧。真诚如我，秋我不会骗你，只有你骗我。女生也会骗人呐、啊。谁？我吧。为什么沙发套变成这样，很像弹簧床？你回头看一下，很像弹簧床。那你可以在这边跳啊。林一会在这边睡，再把它压平一点。他是 baby 耶、欸，他会带来第二次吗？会耶。他来倒垃圾好不好？捞不到的真的抽平来的，抽平来就会骗来了。我在我的专长是骗人，知道吗？我找到我的专长了。谢谢 KYC 的小鸡蹦蹦。你今天是不是水肿？你才走，每天都走。的确，门比平常更可爱了。晚餐要吃什么啊？才刚吃完中餐。你中餐甚至没吃完，然后问完晚餐要吃什么？我就喜欢那个、啊。什么？什么都吃啊！杂食性哎、欸。都吃一口。对。我小时候真的会被我妈骂、欸，因为什么零食都要开，然后都什么都没吃完。这人怎么还在啊？秋萍都骗大家的心，只爱蔡同学。蔡同学已经过多久，根本没爱过，好不好？秋萍真的是没爱过，气都气死了，还考赢我，气都气死了。气都气死了。谢谢他帮我吃饭而已。你看起来很气耶。真的吗？怎么可能考赢我？不服哎、欸，不服输。这个人真的很棒，每种都吃一点。欸、蔡同学这个月会不会狂打喷嚏？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在哪、啊。还好我还能被你气，你果然比较喜欢他。我也很气你哦，一天到晚说疯话，气死了。你现在再把他找出来。蔡同学会不会是蔡雅恩？我真的一度可能有可能会跟蔡雅恩是同学，因为我们都基隆人，然后他差我一届，然后我国小安亲班的学妹认识蔡雅恩的朋友，学妹就是蔡雅恩的同学，高中听起来没有很近哎、欸，很近吧？不过我假设我跟他同一届，我再晚一点出生跟他同一届，就有可能读到同一所国中或同一所高中。因为吃了你的饭才考赢你的吧？营养太够了。好啊好啊，你都这样，啊你这样也要气啊，啊那样也要气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那样也气，这样也气，我搞得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了，搞得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了，可怜如我。做梦不定。你到底想要我怎样？这很像那个女朋友会跟男朋友说的话。你到底想要我怎样？可怜如我，笑死，还装可怜，抱歉。那没有安抚哎，糟了。秋萍还装可怜，三角形更气。可怜也不行哦，真的是好可怜。谢谢 Chris 的掌声鼓励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讯息。你怎么那么突然啊？我想说让他冷静一下啊，让谁冷静？不是吧，你是借口吧，你也太突然了吧，你怎么开始回讯息？哎、欸，薪水小偷、哦、没有，等一下，我看你在偷哦。我看，
回来了，冷静没？谢谢好人的一颗心。大家被强制冷静，是不是在偷跟别人传讯息？我就知道，经纪人啊。经纪人密要马上回的吧？我是尽责工作哎，谢谢荣哥的啾啾你哦。有吓到吗？哎，你们真的很白目，不要再拿了。我那天跟林雨欣就拿着这个，一直在发往切换身上发射，我就知道。这样也可以玩？很屁吗？这样也可以玩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自己帮自己打码。哎，你再看一次，你再看一次。哎，你就这样子讲话，然后你说。这次不是故意要偷大家的那个零食。这次不是故意要偷大家的零食。不是。没有，没遮到哎。你要自己变音啊。这次真的不是故意要偷大家的零食。你没有变音。我真的没有偷大家的零食。那为什么会少两包多利多汁？一定是今晚吃掉的。你还怪别人？你现在打码哎。要不要承认？是不是你？是天放吃掉的。那你偷了什么？这个看身材就知道了吧。那你偷了什么？我偷了大家的心。好无聊哦，在干嘛？有人给掌声鼓励。还自动变身，有变跟没变一样。谢谢浪客的掌声，好屁哦。偷心小偷，下次握手会可以带一只这个，可以啊，你们就这样握着握手会。你是不是觉得很？所以大家会想握这个吗？谁会想握那个啊？大家想握我的小手，不是想握这个没有温度的东西。你可以让它有温度啊，拿去烤。好啊，你就想偷蔡同学的心，我不值钱，我嘿，真的不值钱哦，大家都不值钱。不对，我这样好负面。大家都很值钱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大家都非常的值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懂吗？大家要找到自己的价值。怎么突然变很正面？我要握这个，他要握这个。请问？你有遇过什么疯狂的粉丝吗？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会一直讲疯话的女生，然后她一天到晚觉得我不专情，骗了她的心，然后很好笑。什么东西啊？专访啊，专访。这什么专访啊？天哪，出。太突然了吧！而且他什么时候变成麦克风了？你很好笑哎、欸，他又在生气，这样也不行哦。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心呢？那你问他，他可能又要回说跟我结婚之类的话。你太难搞了。果然，我懂，我懂，因为我也是女生，女生也很难搞。我不能一边开心一边生气吗？可以可以啊，你都可以。你好任性，跟这个一样很任性。欸、你的笑话越来越烂哎、欸。还不都是跟你学的？你们看，一秒变 open 讲。为什么？一秒搭公车。好笑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还有什么啊？继续啊！谢谢周颖的眼睛。哎、欸，一秒当侦探。一秒开抽屉。要有声音啊！
请他今天走写信路线，谢谢邱志宏的勤劳的汗水。而且那一根为什么可以玩那么久？卤味吃了卤味吗？没有哎，我吃了凉面，一秒变天使。你真的完了，你变成综艺挂，你真的完了。没有啊，我也可以很震惊的。不是，刚才那个公车真的太好笑了，今天 MVP 耶。爱了，请继续，一秒一秒约好，基本心约，再来。变耳环哦，好大的耳环。一秒变项圈，哇哇！你是谁的狗？来喊一下。那你是他的后辈喽，哈库的后辈。那你叫什么？库哈。你跟我的逻辑差不多，就只是倒过来而已。那你原本想吃什么？我本来要说你是库哈，一样啊。怎么那么好笑啊？我们没讲什么，可是怎么那么好笑？好无聊啊，我们真的好无聊。鳄鱼大叔也想到库哈。你不用为了打入我们，然后讲出一样的答案。为什么他人家就真的这样想啊？你为什么不让鳄鱼大叔加入我们的讨论呢？加入加入，同一卦，我们思想是同样的。鳄鱼大叔好可爱。啊！你为什么突然突然讲他可爱？刚刚还有配酒精吧？被你们发现了。最厉害是没有酒精还长这样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它还可以变什么？你想看啊，那个啊，牛的鼻环。一秒变鼻环，一秒变发箍。好难看啊。小蓝。鳄鱼大叔的香槟。哎，小兰，我不行了啦！啊，你神经病啊！你居然怎么那么有创意啊？你到底有什么病？你秒变小兰！哎，你知道网络上都叫他角兰吗？角。他长了一个角啊！这思想真的很厉害，完美呈现小兰。哎，这很像日本，不是有那个游戏？综艺就是装傻，装傻。不是，就是拿那个道具，然后要一秒装傻、啊、一秒的那个。对啊。我现在要来玩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很多。要来那个。嗯，好热哦。那就是他普通的用法而已啊！你没有在装傻，好热，只是他普通的用法。借物装傻。对，借物装傻、啊。喂，你好，是谁啊？你不可以笑，你要是震惊。你真的完了，好累哦，我们冷静一下吧。哎、欸，那那个餐店，你不是说我要冷静一下吗？还没玩完啊。你这个就是标准的爱丢卡唱戏，跟你讲那么烂。爱丢卡唱戏，爱到卡惨死。怎么惨死？笑死！掏了吧，这东西好渴。为什么这一根可以，而且
你掏完就把它当吸管，好恶心啊、喔！感觉太舒服。这根怎么那么厉害啊？这是什么？吸管。这根东西也太万用，它比它原本的价值还大，它原本塞进去还会一直出来，没有什么用处。你不要嫌弃它。在我直播的那个功用还比较大。你为什么嫌弃它？掏耳棒，然后变吸管，好可爱。天上笑点好低。你终于明白你爱上什么人了。切放锅龙虾。好恶心啊！下次公演 MC 可以新平衡表演超级变变变。哎，公演玩这个好像有蛮好，好像蛮好玩的。借物装傻。谢谢你们给我一个 idea。哎、欸，我会跟一家提议看看。这根棒子有名字、欸，他感觉也会很爱玩。我也觉得，他好像会做得很好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知道这根棒子有名字吗？在哪？你看，鳄鱼大叔写出来了，我刚才看到。沙发套固定棒居然都买了，居然有名字哦、喔，它就是一个宝丽龙啊。沙发套固定棒根本固定不住，好吧？切换从头笑到尾，谁比较神经病？秋我的切换，秋觉得好像是我。秋封起来的时候也是蛮白痴的，我超震惊的，我觉得秋平还有点 crazy， 我有点那个嘛，想法会就是这样子，这个那什么东西，想法很跳，那什么东西，你在用，想法很跳吗？秋真的有毛病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反应那么快是被我爸训练的，因为我爸会讲一些有的没有。哎、欸，你爸真的是聊很广哎、欸，就什么都可以聊，很厉害，是一个很博学的人。好喜欢，这棒子很像豆芽上的脚、欸。你是这样跟那种拍比萨斜塔的前面的人一样？哎、欸，你对准。一家到底对平衡做了什么？他这样就变棉花棒哎、欸。他是一个棉花棒，你有听过他故事吗？你为什么不想要听他的故事？秋，我也有病，我们是天生一对，你真的应该跟我结婚。姓秋的都很优秀啊，也有不优秀的、啊，像我姐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我干嘛这样，姐姐、啊？我是开玩笑的。我真的是开玩笑的。是吗？你刚才讲很顺的、欸。没有，只是在做一个笑点。是吼。想知道韩爸博学的部分，超级博学，我觉得他是生活之智慧王。我很爱我姐，我们最近感情很好哎、欸，我们会一起 share 知识的吧？最近长大比较不会吵啊，小时候很常吵架。小时候谁都会吵吧？你有跟你妹吵架？天天，你上个礼拜不是才看到？你们到现在都还在吵？你妹都爱呛姐。我妹很欠吵，不要射我，你要打我。哎、欸，那你们那一天攻击我，攻击的那么开心，那你示范看看啊。对，我们那天就是一直这样疯狂的攻击切换，我跟林一，这蛮好笑的。你妹是真心火车，欠呛欠呛。欠呛欠呛欠呛，秋平安低档的时候好性感，性感吗？我的痣性感吗？你今天 很爱看我的痣，你今天很积极耶。所以我这样就是卖弄性感是吗？我这样是在卖弄性感吗？别人都卖弄性感是这种，我是这样子啊，好特别、哦，好特别。你今天到底中午吃了什么？吃了个凉面啊，第一次吃，不知道会这样子。凉面？你上次是不是也有吃凉面，然后怪怪的？是卤味。卤味哦。你跟别人的性感差好多、哦。这不是我想象中的性感。谢谢小猪的勤劳的汗水，这凉面有酒精吗？你是不是偷加米酒？
之前我们是不是有说有一个凉面，然后里面有加什么？有个新闻，你记不记得？是吗？有啊。不管平安吃了什么，都给我来一点。你现在白苦瓜脸也很性感。这也太苦了吧。性感吗？你今天在挑战他的性感极限。你今天好欠揍哦。比他可爱过。谢谢三角形的啾啾你哦，亲猫咪。谢谢一晨的掌声。你今天心情很好哎，什么意思？笑死！好啊，你都亲猫咪不亲我？我刚刚内心其实是把这只猫咪当成大家的。你不要伤心的那么早吗？谢谢送你的啾啾鸟，我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。但其实我一直把这只猫咪当成是大家。你今天很油条哎。就是送我的那个人，你们就是身为那只猫咪，知道吗？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哇，你今天很可以对付他哎。哦，谢谢好人的啾啾鸟。谁送啾啾你那个人就是他。那只猫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亲到然后嘴唇抽筋、啊？谢谢周颖的啾啾你哦，要抽筋了，要抽筋了，有点累哦。我要指翻你虐猫，去啊！意外引起消摊，谢谢摄影的啾啾你哦。真的消摊环节啊！谢谢黑杰克的啾啾你哦。谢谢黑杰克，谢谢阿黑大叔的啾啾你哦。我就是那只。谢谢浩谦的啾啾你哦。要不要抽筋？是抽筋、啊。不行，我说了我就要做完它。谢谢浩谦，谢谢一晨的啾啾你哦。哎，每个啾啾你都可能可以让你买抹布哦，请你加油。你给我亲到抽筋了。谢谢龙哥的啾啾你哦。啊，结束了。他不能送这边吗？我就可以从这边换个地方。谢谢三角形的啾啾你哦，他都在左边呢。谢谢肖泽的啾啾你哦。他说不会让我结束哎，谢谢阿木的你最闪亮，谢谢苍苍的掌声，累了累了，会累哎，真的会累哎，做人不能太渣哎，谢谢三角形的啾啾你哦。谢好人的啾啾你哦，谢谢三角形的啾啾你哦，真的不让停。亲到后面开始生气。谢谢水奇的缘分相恋，再扎亲爆，24小时嘟嘴放题。今天啾啾你有这么大的福利的吗？他真的不让你听。谢谢金河的缘分相恋。嗨嗨。越亲越亲越敷衍。现在长得很像电竞选手，看一下。今天特别划算。OK。谢谢 Hill 的缘分相识。哦，没有，我刚才后来出去开了一下会。对。夸张。好哦，麻烦了。是不是有人在刷卡？原来啾啾你是这样，对呀，今天第一次知道啾啾你的真实用法。好。原来这个
那个礼物这么有互动性。谢谢红包。好，你先看付钱额。有看到。谢谢露露的红玫瑰。是你今天太，我今天很嗨吗？我今天可能是因为今天睡很多吧。他的价格。以前有段时间有过超狂啾啾。超狂啾啾，你是什么？出现在这边是吗？就是一圈都是啾啾你。就没。你刚刚这样贪了不少，要不要感谢我剃了头 ？OK， 那没有问题的话就是。谢谢。突然很有礼貌。更大只。OK 的话，谢谢。大量发生。超大只，然后贵一倍。还有什么有趣的礼物啊？谢谢樱桃妈的水晶四叶草，谢谢十年的水晶四叶草，开始推销下一个。切换正经讲话的声音好性感。你是 P P G P， 嗯，有。熊宝，爱的熊宝。好。谢谢樱桃妈的麦克风。对。谢谢樱桃妈。备品还清到会大力无穷，火箭吧，好久没看到火箭喽。上一次是生日的时候吧。是哦。谢谢中影的真情告白。Okay. 谢谢樱桃妈的一颗心。OK。还是上次生日的是帝王镇。K K 的部分。帝王镇我有收过吗？好像没有， okay. 我好像是收火箭。帝王镇不是还有分什么小帝王镇、大帝王镇？帝王镇是比火箭更高级哦。谢谢博纯的天龙国宫女小玉儿。帝王镇是比火箭高级吗？是火箭应援会议，对，我记得是火箭。小小帝王镇。嗯，那小小帝王镇跟火箭哪一个比较高级啊？火箭。所以，嗯，好。谢谢勤劳的汗水。哦，火箭，帝王镇是六只火箭。哦，小帝王比较，那小帝王里面是什么啊？但小小很华丽，小帝王镇里面是什么？他给我的公版我看一下。公版上面是写子公司还是母公司？但最高级还是钻石。生日的话还有钻石蛋糕，价格是十几。钻石蛋糕也太贵了吧！钻石蛋糕。哦，了解。火箭的十只火箭的钱，有人收过钻石蛋糕吗？真的有人收过钻石蛋糕吗？好厉害呀！昨天十元台有人送钻石蛋糕。Oh my god！ 小帝王镇动画会随机哦。七有七七，轻轻超过钻石蛋糕，天哪！了解。好厉害哦！我这边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了解了解。看不到，好想看那个礼物长什么样子。好。哎，我说看那个礼物的标识。对。丢完就走。哎，哪一天哪一个台有人在丢钻石蛋糕，记得叫我去看，我很想看那个特效。如果哪一天哪一个台有在那个的话，记得赶快叫我去看，或是帮我录起来。我很好奇那个特效到底是怎么样子。哦。超猛的。了解，但这个是说你刚刚在许愿，没有许愿，但有的话还是不错啦。这个不包含线上的。我有录。哎，那我想看，我想看十元的。线上的我要写吗？我想看，我好单纯好奇。OK。许愿，今年的生日是不是？博为十二月还很久。与其丢钻石蛋糕，不如买看买。我
发现这个的新用途了，那个健身器材，是不是有健身器材是这样子，训练握力的？了解，那也就是我口头的部分，我得对不对？说了不算嘛，那就是之后我要集结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对话，是激励，这种感觉 ，OK。你真的该练练握力，我握力可大了，我跟你讲。你用力握都不会痛，嘿，是你比较握不痛，不是我握不会痛。谢谢卡姆的缘分相遇，握手会握爆我，哪有不会完全没感觉？你不用逞强了啦，我知道你根本就很痛，你不用再逞强。你根本很痛吧，只是因为说出来太丢脸了，所以没关系，我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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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毕竟这种事情说出来是蛮丢脸的。我会怕丢脸，我会怕丢脸，我都撞墙给你看了，我会怕丢脸吗？你会啊，你其实内心是很害怕丢脸的吧？那他这个意思是不是他跟？不然就不会崩溃成那样。后来告诉我，那如果我生气怎么办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生气怎么办？这我要回答切换的问题。如果他生气怎么办？ Oh, okay. 那就让他更气呀、啊。了解。还能怎么办？切换生气可能性，生气的人就是要让他更气。他我好反骨哦。直接告死你的那种，啊。让他更气。Okay. 我太反骨了，你们爱这样的我吗？了解。线上的切换都会很温柔。他装的啦，装出来的啦。爱死了！爱哪怎么不爱？三天秒杀。嗯，比较公开，对。传 IG 小盒子，你有空看看。谢谢你，二一大叔。就像你对我的爱是装的一样，装的很像吧？是不是装的很像？嗯。哎，大家有抢到公演票吗？这次是不是已经卖了？你们有抢到公演票吗？营业没事，有两场哦，大家都会来吗？有抢到，有抢到。啊。两场P都到，真的、哦、没抢到，没有，我把票让给蔡同学。好啊，你都不要来啊，都不要看啊，你都不要看。我到了，但只能到一天，只抢到一场。对，了解。到。嗯。下次要拜托亲朋好友帮忙，只抢到星期天，我都会到。期待。哦，就是我等于是。不管是谁啦，就是要这次市场还是秒杀，好可怕！你为什么没有帮我抢票？我是你老婆哎、欸。的存在。因为我通常是不会让家人来看表演的，我会觉得很害羞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帮你抢票了吗？三角形。你知道为什么了吗？了解。好。那确实。用心良苦。为了当你老婆，我不去了。你真的是很疯哎、欸，你真的很疯哎、欸，没想到有人可以跟我一样疯，好难得哎、欸。所以已经是家人。
听说星期五的虽然秒杀，但比较慢哦，真的、哦，因为星期五大家上班吧，比较没办法晚上那么快的赶到台北看表演。可能，对啊，如果我在中南部工作，然后星期五要看表演，好像确实比较难一点，除非请假。特殊用起来。星期日要跟你们过母亲节，票都给博维了，他威胁我把票给他。那我现在告诉他，博维，特殊就是追星用的。特殊可以休那么多天呢、哦？那反之亦然。为了看你请假可以。哇，你离好近，收音好清楚，好性感，这样够近吗 ？Hello。我的声音性感吗？ Okay. 没办法，好，了解。一个范围。ASMR。好。不好。你哪次不好了，蓝手？我就问。917说我没了，你们哪次有了？我就问。这样问太好，我怀孕了，但我知道你不负责。这次会去看你，好，谢谢李真。谢谢月兔的缘分相遇，要不经意的害羞更有杀伤力。对，你每次都很性感，我们才没有每次都。昨天的 wink 全部人都倒下，我今天在这边可以重现昨天的影片。对，还自己拉近有没有？自己拉近拉远。嗯。所以不行，他没有不行。期待五月公演的吧。谢谢黑杰克的爱的熊抱，谢谢黑杰克，抱抱。也就是我想。好可爱哟、哦！谢谢。但我不是问他，我从第三方刚好得知的类型。谢谢黑杰克。但他不能惩罚。恭喜你跟我抱抱了，别的地方得到了，那只熊熊就是你。哦，好 tricky 哦，直接吃，谢谢黑杰克。你这样我会死掉。可是你们不觉得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很会 wink， 我每次都觉得我 wink 另一只眼睛会要闭起来，我觉得我没有很会 wink。嗯，是，没有很会 wink， 比以前好多了吗？这样有算成功的 wink 吗？好，也就是他保障。真的没有，我觉得你真的超超看，有看到我们死一票吗？还行，不会啊，很贱。好。真的没有很会。了解。了解。OK。三角形需要找纸箱吗？哎，我家很多，我刚搬完家，家里有很多纸箱。我自己，我们也是嘛。我可以给你纸箱。如果你需要的话。OK。谢谢修哲的香槟，谢谢修哲，那我可以睡你家的纸箱里吗？你只能睡我家的纸箱，不能睡我家里的纸箱。不能睡在我家的纸箱的里面。我会把纸箱拿出去，然后你可以睡在外面。谁叫你是我的小狗狗？放巷子口。懂。懂。我不，有点像是我。睡门口。我懂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
说来源不管，资讯来源我可以解释为是我从第三方、第四方、第五方听到的，但是我接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，我不应该自己去揭露给第三方，对吧？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听起来超重。好，你舍得让狗狗风吹日晒雨淋？我舍得啊，怎么会舍不得呢 ？OK OK。我们要让狗狗有接触大自然的感觉，有没有？不要让它觉得是被饲养的感觉，要有保有一点大自然的感觉，这样它的那个天生的野性才会释放一点。哦。秋那么坏，当然舍得放养。嗯嗯嗯。哦，走一个放养风。好。可是哈库睡床上，他真的好狗迷。哈库应该算幸福的狗吧？三角形就是不幸福的狗，可怜如他。谁叫你的主人那么坏？你的主人好坏哦。谁叫你的主人是小恶魔？对，因为我们其实还没有合作这样子。坏的。嗯嗯嗯。你的主人是小恶魔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好。第几条？第八吗？还是你想让我当女神呢？我是你的女神呢、啊、虽然是小恶魔，可是还是大家的女神的吧。最喜欢小恶魔了。嗯，我可是阿西奶，雅典娜女神。对。你是我的女王。哦。恶魔女神。嗯嗯。我是你们的雅典娜。你们都要听我的。这么理解吗？就是如果 export 不是一个商品，不是那么实质的商品。我喜欢大家听我的话。比如说我学到他的 know how， 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抄他的 know how。谁叫我是女神呢？这样算 export 吗 ？Hello， 王子狗狗，听女王说什么都听。我已经跪着看直播了，很棒。雅典娜是施雅早期的哦，美粉丝对呀、啊，我知道。你还知道雅典娜怎么出生吗？不知道哎。不知道哎。从她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吧。大家都变身都是为了雅典娜战斗。对对，她是公版。下次握手会要先跪算他们要啊。不过我看到你们先去别列，然后再来我这列，我就会在我的握手列前面放一个算盘。然后如果今天还要去别的地方的话，就要跪算盘，一边跪一边握。如果你丢越久就跪越久，谁叫你不专情呢？谁叫你对每个人都这么不专情呢？我代替其他人来惩罚你。跪死了。那你觉得我可以提议把？毕竟我也有跪。那你觉得我可以提议把第八条整个删掉吗？不要有。好的，那我真的跪，我一定跪到腿流血。你们也知道啊。啊，那我不知道。这时候三角形是不是在幸灾乐祸？嘿嘿，我不用跪。好。破解法，先握完品衡，再握别人就好。嗯，不要这么聪明，二一大叔。你太聪明了。我这一份签好之后，我会开一个 Google 的文件，然后你要准备提编，把想问的问题填上去。
那对方能回答到什么样的程度就是。哎，时间差不多嘞，啊，先来念排名了，要进入消摊环节。消摊环节，来哦，十秒钟哦，最后更正排名的机会哦。前三名的大家有小福利哦。来喽，各位，给你们十秒钟，谢谢二一大叔。十，九，谢谢二一大叔的香槟。八，七，六，我今天那么好笑，一定要有这个环节吧。五，四，三，谢谢三角形的带你去流浪。二，谢谢修泽的水果鸡尾酒。一，谢谢大家。那我要来念排名了哟，各位。会今天有自己加分？对啊，一定要的吧，我就贪啊。来喽，来念排名。第十名博成，第九钟颖，第八荣哥，第七竹轮，第六好人，第五修哲，第四圣莹，第三二一大叔，第二三角形，第一黑杰克。恭喜黑杰克三角形二一大叔可以指定啦，你们有过三千可以指定，谢谢。我们看最后丢几个还是有用的吗？二一大叔跟角形就前三，是不是有用？是不是？我今天真的很怪，我自己都觉得我好怪。我刚刚到底吃了什么？我只是吃了凉面跟豆花而已，该不会是豆花怪怪的吧？嗨，今天真的超美。豆花，豆花发酵变乙醇，好像有可能呢、欸，会不会就是啊？其实怪的是你，怪性感的。我要指定品涵对三角形说告白某一台词，这指定好啊，三角形。我答应你的求婚，我不爱蔡同学了，我只爱你一个。不爱蔡同学了，早就在我脑抛出我的脑海，我现在心里只有三角形一个人。你知道女生是专情的吧？我只爱你一个。那我要指定邱品涵跟二一大叔告白，这是什么礼尚往？哎，你们搞得好像我超渣的，你们搞得我一下上一秒说爱这个人，下一秒就爱另一个人，你们把我搞得形象很差。你们不可以这样，你们把我搞得形象很差。我平常在那边说滴滴跪算盘，然后我自己搞得像滴滴一样。以上纯属那个前三指定，不代表本台言论。习惯了，那我真的很喜欢二一大叔，谢谢二一大叔今天就是在我的直播中这么努力，谢谢你。我果然最爱的还是二一大叔了。OK。Thank you。他算收到。谢谢二一大叔。嗯，定义。我的歌，我老大，我的歌，谢谢你。了解，那是不是等于是我告知你，他有看到之后，他要回复我，这一刻才算是有这个，就是加你，通知成功。这样我要怎么办？黑杰克不知所措。OK。谢谢二一大叔。My Q。
完全不知所措，谢谢三角形。杰克太慢了啦，你慢了一步。好，你现在只能造福大家了，杰克。搞得我好害羞，原来我也有这一被大家搞的这一天。平常我以为都是我搞大家，没想到我也有被你们搞的一天啊！算你们厉害。他可以让你再扎一次，黑杰克可以指定自己搞到自己。杰克可以造福自己。会有比较谁叫你不跟我讲哪一个吗？还是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影响，只要确认清楚就好。黑爸爸，你再好让他再扎一次，不好吧？黑杰克现在真的很不知所措哎，他你是不是很不知所措？我刚刚是说不知吗？不知所措，他现在不知道指定什么了。直接被前两个人的指定给下风，杰克加油， okay. 黑杰加油，还是我帮你跟易云告白，我下次跟他说黑杰克很爱你，我帮你跟他告白，一定会有，okay. 然后再把他的告白传话回来给你。说易云说他很爱你哦，这样可以耶，好像很赞啊。OK， 下次遇到易云就说，黑杰克想跟你告白，然后他很喜欢你，然后可以请易云录一句“我也爱你哦”给黑杰克吗？好赞。还有这种服务，以前的校园传奇。跟玉云说黑杰克在你这，对呀，直接那个不用查水表，直接告状。这个手续费要一支火箭啊，黑杰克麻烦一支火箭哦，手续费这个隔空传情的部分，我就是赚这个手续费过活的，这个。隔空传话的部分，请补款，谢谢。对。我好像什么诈骗集团，现在又搞得我很像诈骗集团了，搞什么？我亏吧。所以你到底要指定什么？我已经帮你拖延了五分钟，你要指定什么？你要给我火箭，还是我去抱你在这边？好啦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不确定能不能录音耶，但是我可以帮他，我用我的耳朵亲耳见证林依云说爱你哦，黑杰克讲，然后再把他传话给你。因为我不确定可不可以录音啊，我只能帮你们转达了。谁叫你不来甄选四期生？你没有办法亲耳听到林依云说话，只能代替我，只能由我代替你了。然后或者是我接下来，虽然我不相信，你要不要换一个？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太为难了吧？怎么会呢？可以现在打电话，他应该在忙吧？哦，了解。你要不要换一个？这是有名的法律追溯权吗？毕竟品涵的嘴，可爱的鬼。OK OK， 好。但我下次还是会努力帮你邀邀看的。我也好想去试骑，早知道早点去整形。好啦，就试试看，我会帮你试试看。
叫今日份可爱连接爱心 wink， 今日份可爱连接。OK。可愛いくてごめん。今までできたてごめん。チュー。あたたぬなごめん。嗯嗯嗯嗯嗯。以这个那你有觉得需要加哪一个条约或什么？不动的话，我这样听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。谢谢黑杰克，我会帮你说说看。只是说辞的话，可能就会在那边说、黑杰克指定什么什么什么，可以给他一个吗？然后黑杰克就会在易云那边黑掉，会不会？嗯。经过我的传话之后，黑杰克就在那边黑掉。还好。我不是很确定我有没有那么会传话哦，小心黑掉黑杰克，我先帮你打个预防针，等下传一传变成黑杰克在品涵那边丢好多礼物哦。好，转推了转推了，到时候变这样怎么办？我的传话会不会变成这样啊？那我现在反正他已经是黑杰克，我已经够黑了，就看我怎么说咯。Google Doc 就压一个字，哦，不水印 ，OK。那就今天直播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OK， 那没什么问题。下次见啦。好好好。拜拜。了解，那我这边会跟 Dennis 确认一下。拜拜了。然后确认，因为这是我跟他一起谈的案子。我们有任何。